哦，是一位阿姨哦，是阿姨，您在哪里啊？啊，在这里。哇，一点都没变呢。是，欢迎阿姨。嗯，哎，阿姨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来跟大家打个招呼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赵丽娟，来自湖南常德，今年53岁，现在在深圳农业银行做一名保洁员。啊，赵姐。啊，你好。嗯，在银行做保洁员。对对对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杨欢，我是我们公司的领导，要我一定要来到这里，他说一定要去见到杨欢。哦，谢谢。你们领导是银行的行长。 我们的领导，我们的主任，主任要进来杨帆哥哥，他说他很崇拜杨帆哥哥，你就不懂了，我在那个银行有好多存款了，真的，零的都存在那儿了，钱都存到湖南常德去了，不是，我是在深圳，在深圳啊，对对对，错地方，存的地方了啊，这个赵阿姨哦，这个她有一个很大的梦想，就是希望走上大舞台，嗯，实话实说可以透露，特别爱唱歌。 但是苦于之前没有一个适合自己表演的场地。平时工作的那个环境，您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工作的环境是有8层楼，其实我每个地方都不方便唱歌，因为工作地方嘛，所以我就只能跑到5楼一个废弃的那个厕所里面，废弃的厕所躲起来唱，在废弃的。 厕所里面，对，就躲在厕所里唱，也是躲在厕所里练歌。当然，我们知道这个卫生间的混响是很好的，对吧？哎，这个的确可以。嗯，但是长时间练呢，空气不是很好。对，我就想登上更大的舞台，让自己把歌声放出去，让更多的人，就是说，听到我的歌声，我自己也会更快乐。祝您梦想成真，谢谢啊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，请说出我们的口号。 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加油！请登上黄金舞台。 请准备，黄金100秒计时开始。神奇，暮色照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夕阳又西起，黄昏又华衣，是。他的声音好有魅力，举手投足都很甜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甜和那种年轻的状态真的和年纪没什么关系。又见炊烟升起，勾起我回忆。 他一定会越唱越年轻的。夕阳有诗情，黄昏有花意。诗情画意，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后面是谁？阿姨，您回头看，您的粉丝来了。哎呀！ 拜拜。